能赛事精准球赛分析。大家好，我是读球小宝贝，今天给各位带来英联杯分析，曼联对上曼城。曼联是英超传统强队，不过福格森之后成绩持续低迷，导致无法吸引顶级球星加盟。曼城是老牌豪门球队，进攻强劲，赢球能力强，对欧冠冠军极为渴望，本赛季重欧冠轻联赛迹象明显。本场比赛开出客队让半一，两队上一场比赛都参加了足总杯的赛事，但表现却存在差异。曼联对战狼队表现不佳，曼城则是4-1大胜，所以本场比赛客队可高看一线。本场推荐曼城减0.75。今日分析结束喽，如果还想索取其他赛事推荐，现在赶紧添加进群，更有不中包赔等着你哦。